据说屯太家首家的菜田人物是南投水利茶塘有限农药企业总干事傅友生。伊过从春芽白路上北埔福长茶，里面认真陆卡人而认照顾，一路家庭都转去故乡，从兰花都近30年了。里面有限观光产业发展起来，伊认为自家的家乡水利有富茶路、制菜业、片场，也都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发展观光一等好的资源。故说一路开始带轮沙期来发展休闲产业，每带轮游客来做尘土游览，认识一个家乡按长得的故事。因为国兰都会办出一样的刚中带走的感觉，你看去音乐，韩国情又健身。据讲，东兰花外出讲卖算。种兰花30年的辅助生，对兰花是懂了解。叶片嘞，真多种哦。因你要看吼，你会看看线。你像你啊种种，佮切开会出了金线，看金线。因台湾讲金线兰，你啊都最新的品种。伊个叶片像国兰琼样，葱叶的。因一般吼，看到个土兰拢了断叶的，伊就葱叶的，叶片真葱。啊，这个絮花性，一做得快到几十倍的花。永丰兰海兰花站种类万个盆兰花，品种超过100种。辅助生秋晒出好兰花，走个条路就是自家的兴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小学啦，一直到顶多的国中啊，这下吼，通常看到人种的盆兰花，啊，都感觉讲个兰花清香。啊，就创条吼，伫善堂去抽个兰花，哦，透过善堂兰花程度，去捞草个强用，铺片，对，滴个安那树那度啊，铺片几下，布拢青苔布，啊，去放个冻饭鱼啊。这个是老鸡子肥料，发皮啊，然后爱开花个吼。个磷肥要较磷钾哎呐，磷钙肥个就要较高一出嘞。兰花是百年招牌植物，15日林志白水之后，染毒安多个兰花都系辅助生重新照顾个成果。加花生壳，皮条壳个，老姜啊，老树皮，啊老沙个，较尾你随其种的种奶吼，一粒半气根系呢，哦，充实那个。个奶吼密度高，要吸定几个菌啊吼，要免脱。56岁个辅助生，国中创业过后就上班后长差，只为服下农舍按年来接，是太医没按年照顾。25岁个年，佮转到水利行，家中是兰花都很微笑到日本、韩国驾驶以后，所以佮开始种来青岛。不过头下嘛，冇嘛经验，卖到扯到平土个兰花。卖几千盆，全部种上。啊，连个箭头去个都没见，箭头去跳吼，各箭一般跳拢感染嘞。啊，唔了青岛。嘿，个培养个观音树是拢种下了脱，天一摆种吼，了了几百万嘞。用时间金钱来换经验，听来兰花市场近来更好，甚至挑兰花卖到几百万元。挑过要好价吼，物以稀为贵嘛。在山东啊，放毒的像个达摩兰，伊爱种的薄水兰，啊，太搞到上工，爱种去跳的啊，起码爱啊，假使这个吼，你跳了几百万元，含到几啊百万啊。天然消费市场习惯改变，农民每位天然挑战就唔会听唔到。辅助师唔但常去农贵冲上课，兼充实自家，为到结合提供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48岁今年还是土高中。因为头摆吼家庭较苦啊，啊都脱到各种毕业都去吹五杯福长茶、秀丽茶，转来去，为着做了个托游啊吼，导游吼导览解说啊，啊你啊我经过国家考试啊，怎有公信力啊？啊你啊都有个福利的分支吼，半米张过去读书。那车程第一个有铁道文化，从民国初年就是公元1912年人力轻便车开始。那时候的铁道一直延伸到现在，今天大家坐的小火车，历经100年了。车
茶汤的下海是不是极限最美食站下的民国创业是对中华饮食建构茶汤起到保利茶汤准备提发是服务协审中心第六十两位日夜出入两百台的金片茶在两天还能两位是两大部会安到茶汤的年纪两个保利的这片出来就算跳了农村的金片茶会摘掉的农产品出来我八点二十入来都是摘点民生的物资啊因为都茶汤两位出来都茶汤肚肚拢差不多的量冻住跳第一都冻住原因要歇困吃饭啊过来东西要搞完福州新港展开时茶汤做下很多叫农的行业放每入其他产业落来好容易才流流修修来的五十年前刚进最好的时节水利行银行老去换走谁推背为什么要铁路运输因为木材都是很重啊那要长途运输以前没有拖车啊要靠火车所以呢他在48年、哦、就把总公司迁到车城来我都经常说那些地方要发展起来那地方有个商业文化安好的所在有水库啦天窗有那些火车头铁路文化木业那些还有还有农产品一道我都经常说要发展观光上错了所以除了其他的蓝发事业福州新开始突然一般改善人向下来推广休闲观光不但强健美经济收入增加沙体环境变很好在老外天影下的胡同当中其他没好多程度每到了做服务业嘛从头每年啦这个每年都会办个办两个教育训练我们服务品质对要怎么去提升你本太高你的知识有提高老外比给人们有交流有交流了后对七家的知识没敢从事进步这个村庄乡民代表也还是休闲农业区总干事身份警官向为提供走到事情的心情才是群众的不如是希望在七家老板的带领下看到当年读年书的道茶汤的酱老茶汤的故事